加荣耀用抽的还是刷的？我是刷出来的，碎片凑的。一天打个十场，应该就有机会刷得到。一天打十场，一场刷两片，然后加罗大概要200片啊，你这样算一下。好，我们这场要秀给大家看这个 VIP 5的加罗攻略啊。加罗呢是一只辅助角色啊，有的人把他走中路，不过听说现在这 meta 中路不大行了啊，而且中路的门槛比较高啊，通常听说是要储值超过30,000块台币以上的玩家才可以走中路的。那这个无氪玩家呢，通常这个角色适合的点在下路啊，因为储值30,000块的话，加罗起手可以直接出 ROA， 但你现在是无氪玩家，你起手只能出这个盗窃匕首啊，所以我们就走下路吧。啊、中路框跟我一样啊，他是那个另外一个实况组也在工伤，只是他好像没开台，他在偷练。我是不用练啦、啊、我是直接开台练。啊，我们这个无氪对线就是打得稍微猥琐一点。龟缩，龟缩，啊！不要太照镜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复活券，有复活券的话就可以打凶一点。啊，对面江狗在上路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凶啦。好，无氪打得像有氪金一样。啊！1-2，有没有无氪玩家的这个智障救星加罗到场？我们只交了一个治愈，一个虚弱，对方治愈、闪现、虚弱全交了。啊哈哈！赶快，赶快！哇！去你妈妈的！啊！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！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！他真的以为他很神呢、欸。抱歉，我掉，我掉，我掉。别让我死！这是没有人想点塔。我操！27岁的辅助，轻轻松松。哇，这个人断线应该是连不上伺服器了，他没有买 VIP， 没办法直接先进 game。看吧，就跟讲储值的重要了，不储值就会像他一样，断线就连不回来了。Jungle 回不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4-5还是有机会赢的。你看他去储值了，他刚刚这个伺服器拥挤啊，果断储值啊，你看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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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买了经验加倍，他等一下在农下就可以追回我们的等级了。后追模式，为什么不买腰带？我要出冰杖啊！那聊天室的铜牌是不是啊？我工伤还你工伤啊？你们问腰带，冰杖配方改了。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雷闹雷，佛心公司没有人这样子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在那乱雷哎、欸！我哪一次工商没有做公测，没有做功课直接上的，对不对？每个版本更新，一定都是认真做功课。我可以把中路带过去，他们带上路那个兵线。哇哇，出事了！不是，我也出事了！救我兄弟！算了。好，再见了，大家。不比刚一开始要上吧，在打兵营的时候就要了。哎呀，工伤，
工伤被打爆。